接下来是我们下午下半场的议程，让我们欢迎 Speaker 郑宇哲。嗨，大家，我今天要讲的是 Swift Collection 里面的 B-Tree 跟 Sorted Set。那我目前呢是在 Garmin 担任 Software Engineer， 会后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到各个社群平台上找到我。那 Swift Collection 呢是Apple 开发的一个 Open Source Package， 它提供了许多比 Array 还要复杂的 Data Structure。虽然说从它目前 release 的状况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 Sorted Set 其实还在开发的过程中，但目前的可以看到的原始码呢，对于 B-Tree 的操作呢已经算是非常完整了，所以我认为呢还是很值得去学习一下他们对 B-Tree 的介绍以及这个用法。那么这边我打算用一个 scenario 来讲解，来带入说Sorted Set 的使用时机。想象一下，我们今天要设计一个 library 的 class， 那除了可以提供这个借还书的功能之外呢，对于有些使用者，他们可能想要比方说借海贼王第一集到最新一集这全部所有可以借的书，那我们呢的 class 呢也要提供这样的功能。那这边呢book 我就不再实作这个 book 的 struct 啊，就是简单的用那个 book ID 来表示。好，我们想一下哦，assume 说每一个 book 都有 unique 的 ID， 那或许呢我们可以用一般的 set 来去实作。那看一下，如果用 set 实作的话呢，它的程式码会长这个样子。前面两个呢就是 remove 跟 insert 不用说了，那第三个呢我就必须要去在这个 input range 里面呢去做走访一遍，来逐一的确认每一个 ID 呢是否在 books 里面，如果有的话呢我就把它 append 到 output array 这边。看起来好像不错，但我们来实际分析一下这个时间复杂度。前面两个是 O1 没问题，但第三个呢因为我要跑一次 for 回圈，所以我会花 O of K 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K 呢是 input range 里面所有 ID 的个数。可以发现呢，不论我的 books 里面的 size 呢是大的还是小的， even 是空的，我都要花 O of 大 K 的时间去逐一的确认说每个 ID 是不是在 book 里面。显然这一点是比较没有效率的。我们希望呢能够给定两个 ID， 那Books 能够马上反映出这两个 ID 之间还有多少个元素存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另外一个 collections， 它呢除了可以存放 unique 的 key 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这个 key 呢是 always 保持排序好的状态。那符合这两个条件，符合这两个特性的 data structure，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binary search tree， 那它又可以称为是 sorted binary tree，也因为呢它符合上面这两个特性呢，你甚至要直接说它是 sorted set 也行。那这边呢就直接来看一下，直接使用 Swift 开发的 sorted set 来套进去的话会长什么样子。前面一样是 call remove 跟 insert 的 function， 只不过因为它查找的时间复杂度变成了 log n， 所以这两个 function 的复杂度呢也就是变成 log n。 那在第三个呢，这个 sorted set 的它可以接受一个 range， 那底层呢就会分别用 log n 的时间呢去抓到说这个 range， 分别抓到这个 range lower bound 跟 upper bound 对应的 index， 那再用利用 inorder 类似 inorder 的方式呢，在这个区间之内呢做走访，我就得到了我要的 subsequence 的数量，那就是我要的 output array。所以整体的时间复杂度呢就是 log n 加小 k， 小 k 呢就是这个 subsequence 里面 ID 的个数，它 depends on 我 books 的 size。 那这个呢就是 sorted set 在这一点呢它的优势所在。不过呢实务上来说，我们并不会直接拿一般的 binary search tree 来使作 sorted set， 因为在 worst case 的情况底下呢，查找的时间复杂度是会到 ON 的，那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做一些变化，来使用这个类似强化版的 binary search tree。 那比方说像左边这样，在既有的 node 上面呢加一些 flag， 好让程式码呢在做 insert 或是 remove 的过程中呢去判断说需不需要做 tree 的 rotate 啊，来达到高度的平衡。
或者呢是像右边这个 B tree 这样，一个 node 里面呢塞了很多个 element， 塞了很多个 key 以及 trial node instance， 去降低 worst case 发生的可能性。不过如果真的发生了 worst case 的话呢， B tree 也是有 rotate 的机制啊，这部分等一下呢会讲到。我们先进入第一个主题，就是这么多个强化版的 binary search tree， 为什么 Swift 要选用 B tree 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反问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就是刚刚的 scenario 里面，为何我们不直接使用 array， 然后我们确保在 insert 的过程中都是排序好的状态就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使用 array 的话呢，它的程式码就会长这个样子。lambook 这边呢，我要去找到 ID 所在的 books 的位置，然后去 call books 点 remove at index， 因为有 remove， 所以我的时间复杂度是 on。那 return book 这边呢，我为了确保 array 是排序好的状态嘛，所以我要 insert 之前呢，我要先找到说我要确切 insert 的 index。那如果有 insert， 一样会花 on 的时间。第三，lambook 这边呢，一样我分别去找到 range 的 lower bound 跟 upper bound 对应到 books 里面的 start index 跟 end index， 这两个 index 呢框起来的 sub array 就是我要 return 的 output array。那 return 完之后呢，要记得把这个这两个 index 区间所有的元素都从 books 里面删除掉，因为有 remove， 所以时间复杂度是 on。单纯从时间复杂度看起来呢，好像用 array 没有比用binary search tree 来的好，可是实际跑起来真的是这样吗？这边Apple 的工程师呢，就实际做了一个实验哦，他 insert n 个 element 到各个不同的 data structure 里面，然后看所花的时间的关系图。那这边呢，我们先看红色的线跟深绿色的线。红色线呢是 insert n 个 element 到red 红黑数里面，整体的时间复杂度是 n log n。绿色的线呢就是 insert 到 array， 那就是 n 平方。竟然呢，在这个资料量小的时候，在资料量小的时候呢，绿色的线它的表现呢会比红色的线还要来的，就是它所花的时间还要来的低。具体的原因是这样子啊，不好意思。那直到呢这个资料量超过这个十的五次方之后呢，绿色的线才会因为是n 平方的时间复杂度呢，而它的表现呢是所花的时间超过了红黑数。那有这样的差异呢，具体的原因是这个 tree 的结构呢，它是一个 reference 一个 instance reference 到另外一个 instance， 而 array 呢它是一个连续的记忆体空间，所以同样是 index 的切换，那对于 memory 来说，它在 B tree 上做的事情其实是它在一堆八竿子打不着的 memory edges 上面跳来跳去的，那显然的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就不会比在 array 上面做 index 切换还来得好，更不用说你的红黑数时不时的要去做旋转啊，来达到平衡。所以说，从这个分析跟这个实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对于资料量小的 list 来说呢，其实用 array 的表现呢，就可以比用tree 还要来得好。可是我们进一步想，如果说资料量变大的话怎么办呢？它超过十的五次方怎么办呢？好，那个这个就跟一个便当吃不饱可以吃两个便当的道理一样，我们就干脆把它拆成两个 array。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使用 B tree 的出发点呢，我可以 create 很多个 node， 那当作是很多个 array 来去存放资料量庞大的各个不同的数字。所以回到这个图表，我们再把黄线，也就是 insert n 个 element 到 B tree 里面来看哦，在资料量小的时候呢，它的表现其实跟 array 一模一样，因为毕竟它那个当时只有一个 node， 那它基本上的形状就长得跟 array 一样。可是呢，即便是这个资料量超过了十的五次方之后呢，它并不会像 array 一样突然变得很陡峭，而是一直很稳定的呢，跟红黑数有一段时间的差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Swift 选择使用 B tree 来实作的原因。
好，那这边讲完了为什么使用 BigTree 之后呢，我们就来实际看一下这个在 Swift Code 里面呢 SortiSet 跟 BigTree 的结构。那 SortiSet 呢，它的 container 就是单纯的一个BigTree 的 root。那当然还有许多的 public function 给我们使用。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讲一些基本的 search 跟 insert 还有 remove。而 BigTree 这边呢，就是有一个 node 的 instance 指向的整个 BigTree 的根节点。那还有其他的 function 呢，是给 SortiSet 做呼叫的。而 node 的结构这边呢，就有基本的 property 啊，比方说 count 或是以及 capacity 还有 depth。 depth 越高呢，代表说这个 node 底下的 children 的层数呢越多。好，那么还有这个 key 的 array 跟child node array， 每一个 key 呢，你可以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binary search tree， 所以它左边有一个 child node， 右边有一个 child node。 那整体总的来说呢， children 的个数呢一定会比 keys 的个数还要多一，这个是要先知道的。那我们就从这个 contents 的 function 来开始看一下它整个 flow 整个逻辑是怎么样跑的。假设呢，今天我有一个 bTree， 那我要搜寻有没有63这个数值。那我们会用类似，不是类似，就是直接我们会用 DFS 的观念呢，去从头从 root node 开始去往下找。找的方式呢是每一个 node 我们去找第一个大于等于63的 key 所在的 index。 在这里呢，我们的 index 一律是用 slot 来去称呼，index 1也就是 slot 1。 好，找到 slot 1之后呢，我们去看这个 slot 1对应到的 key 里面是不是等于我要搜寻的63。如果是的话，我就直接 return true， 不是的话呢，我就从 slot 1里面对应到的 child node 继续往下重复刚刚的步骤，在这个 node 里面呢寻找第一个大于等于63的 slot。 这边是 slot 2、发现对应到的 key 就是63，所以我们就直接 return true。 如果不是的话，我再一路 往下找，直到我找到最底层也就是叶节点为止，那我就 return false。 好，为了符合这个一层轨的精神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原始码。好，这个呢是 SortiSet 的结构，那它里面就是放了一个BTree。 那 BTree 的 type 的宣告在这边，跟刚刚简报不一样的部分是 BTree 这边它的泛型呢，除了有 key 之外呢，还多了一个 value。 原因是因为 Swift 的 BTree 呢，除了要实作 SortiSet 之外呢，还有 SortiDictionary， 所以还要提供一个 value 的泛型去放Dictionary 的 value type。 那这边呢还有几个可以注意的 static variable， 一个是 internal capacity 跟 leaf capacity。 这边是分别定义说你叶节点跟其他节点的 key 的数量呢，最大不能超过多少。你可以在宣告的时候指定，如果不指定的话也可以使用 BTree 里面预设的。那我们等一下呢在示范的时候呢，就会用它这边指定的 debug mode 里面的4跟5这个数值。好，那再就是还有这个 node 的 instance 指向，顾名思义就是指向它的根节点。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contents 的 function 做什么事。它就先呼叫这个 bTree 的 contents function，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从 root 开始再一路去往下寻找。这边帮不是 iOS 工程师的听众快速解释一下，你们会看到待会你们看到我们在 call 这个 node 的 function 的时候呢，会先去 call 一个 read 或者是 update， 然后才在后面的大括号这个 scope 里面呢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原因是因为在 Swift 里面呢有个机制叫做 copy on write， 一旦我需要去对一个 collection 做 mutating 之前呢，在这个大括号之前，底层呢会先去看说这个 collection 有没有同时被其他的 instance 给 reference 到。如果有的话呢，那就先把这个 collection 的 content copy 到另外一份机体空间里面，让我在这个大括号里面去尽情的去做修改，那也不会影响到另一个 instance 所 reference 到的 collection 的内容。好，但是如果你们不希望说我在阅读这份 code 的时候被这样的 coding style 给误导的话，其实你们就可以试着把
这个 scope 里面的 handle 角色替换成 current node， 那就通了 current node 点 star slot current node 点 element count 这样。好，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先开始找这个 star slot 里面呢，就是用 binary search 的方式呢去找第一个大于等于我要找的 key 的 index。 如果有写过 C 加加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我在 call lower bound 的 function。 找到之后呢，我就去看说我找到的这一个 key 对应到的，找到这个 index， 找到这个 slot key 对应到的 key 呢，是不是等于我要找的 key。 如果是，我就 return true， 如果不是呢，那我再继续，我再从我这个 slot 对应到的 child node 继续往下找，直到呢我碰到的 leaf， 也就是到最底层已经没有 child node 的位置。那这边就是大概搜寻的程式码。好，接着我们来看音色。等一下的音色跟 remove 呢，就是它的起手式呢都是跟这个 search 一样，我都先用 DFS 的方式呢一路找到我要音色或是我要 remove 的 index， 所以这部分呢我就会快速跳过。好，这个 tree 呢，我今天要音色67到这个 tree， 那一样我就是一路往下找，从 root node 开始寻找第一个大于67的 key 所对应到的 slot， 一路往下找。以这个为例子，我就找到 slot 1的 node 的 slot 3的位置，那我就是要把67音色到这个 node 的 slot 3的位置。假设这一个节点它的 key 的 length， key 的 array 的 length 比较满的话呢，我就直接把它塞进去。好，就像这样，这么简单。好，那继续哦，如果这时候我们要音色55，一样它是在 slot 1的 slot 1， 那我们要音色之前呢，发现这一个 node 呢，它页节点呢、capacity 是5，它的 keys 的长度呢已经快要满出来了。所以重复我刚刚说的 array 太长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拆成两个。那拆法就是呢，我们会先 create 一个叫做 splinter 的 instance， 它呢有两个属性，一个是 key， 一个是 real child。那做法呢，就是把这一个 node 的中间一半的位置的这个 key 呢，当做 splinter 的 key， 中间右边所有的元素呢，当做是 real child 的元素，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因为原本这个快要满出来的 node 呢，它就被切一半了嘛，它已经空间很够了，我就可以把这个55给音色到 slot 1的位置，然后 return 一个 splinter 回去。那等一下看原始码呢，你会看到说音色它的这个实作方式呢是用 recursion 的方式，所以这一个 return splinter 呢会 return 到这个 node 来，由这个 node 要去把 splinter 音色到刚刚我找到的这个 slot 1的位置。所以 splinter 音色到 slot 1呢，我就是把63这个 splinter key 音色到 slot 1 63位置，然后把677这一段呢当作是63的 child node，跑完之后就会长这个样子，677这一段就名副其实的变成了63的 child node 这样。再一个例子，现在的 tree 长这个样子，上下都是快要满出来的状态，那一样这边一样音色55，那就是63677这边变成 splinter， 然后55塞进去，然后 return 回上层的这个 node， 它要把这个 splinter 音色到 slot 3位置。但是呢一样这边快要满出来了，所以我要找中间的位置，中间35，把35呢我会 create 另外一个 splinter， 然后把35当做 splinter 的 key， 35右边所有的元素呢当做 real child 的元素，那跑完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你会发现原本的63跟677这一段都会跑到 real child 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本身就应该是它比35还大嘛，所以它本身就归属于35的右半边，那它就不会映射到原本的 node 里面，而是到新的 real child 这边。好，那一样是 callback 这边就处理完了嘛，我 callback 回去，一路往上 callback 的话呢，当我 callback 到 root node 的时候呢，发现我还有个 splinter 没处理，那这边程式的做法呢，就会是 create 一个新的 node。key 呢放35， children 呢分别放原本 root 指向的 node 以及 real child 的这个 node， 所以跑完之后呢就会变成这样。你会发现深度就我随着我的音色，我的深度就会一直提高。好，
快速看一下程式码。好，这边 call insert 的话呢 ，sortiset 这边的 insert 呢，它会直接 call root 的 update any value。这个 function name 不叫做 insert 的原因，是因为刚刚讲过了，它还要支援sorted dictionary， 所以除了 insert 之外呢，有可能对于同一个 key， 我想要去改变它对应的 value， 那这个 function 呢才叫做 update any value。所以这边一样哈，我去 root update， 然后 call root 的 update any value， 然后我先找第一个大于这一个 key 的所在的 slot， 就是 end slot。那这边就是用 binary search 的方式。如果我写过 C 加加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联想成是call upper bound 的 function。好，找到之后呢，我就先看说我要 insert 的这个 index 呢，它的前一个是不是等于我的 key？ 如果是的话呢，那对于 sorted dictionary 来说呢，就是在这个 scope 里面呢去置换 value。不过 sorted set 的话呢，就直接 return， 因为我们不允许它储存 duplicate key。但这边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是下面。如果我一直找不到的话呢，我就再一路往下找，那就是找到这个。先找到这个 slot 对应的 child node 的位置，然后再去 call 它的 update any value， 在这边 update any value 就是这个 function， 所以我用 recursion 的做法一路的往下 call， 直到我找不到，就是一直到页节点为止。那一直找到页节点呢，那就是会到86行这边，我就去找页节点，我就去把我要 insert 的 key 呢，对应到的这个 slot 去 call 这个 insert element。根据它的这个名称，它可能会回传一个 spider， 也可能不会。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实作。里面呢，就是先看这个我要 insert node 是不是已经快要满出来了。那满出来的话呢，这边做一大堆事哦。我们先看没有满出来的话，没有满出来的话呢，那我就去把我要塞的 key 呢直接塞进去。那这边呢，它不是我们常见的这个 array insert function 因为毕竟这边是底层的 code， 所以它的 array 呢其实是用类似 buffer 的概念去实作的。我就把element count 就是 insert 的位置的右半边全部都往右移一个 address 的位置。好，就是这一段在做的事情。那如果它有 children 的话呢，就 children 一样，每一个insert 的右半边全部往右移一个位置。好，那这边就是做一些property 的修改。那如果有满的话呢，这一大段呢其实都只在判断说我要 insert 的位置呢是在刚好在中间，还是中间的右边，还是中间的左边等等的。那我们就举如果它是在中间的，好，如果我要 insert 的是在中间的右边的话呢，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 create 一个 splinter， 然后呢把中间的这个位置呢所在的 key 呢给当作是 splinter 的 key， 也就是这个程式码的 splinter element， 然后呢我再去做这个buffer 的位移。所以这边呢就是右边原本 node 的右边所有的元素的位置呢都移到right node， 然后如果有 children 的话呢就一并移过去。然后这个是好，对，移到 right node 去， children 呢也一并移到 right node 去。所以这边一大段呢都是在做这个 buffer 里面的位移。总之呢，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中间的右半部所有的元素包含 key 跟 children 移到right node 去。好，然后 return 一个 splinter。 所以如果 return 回来，如果我有一个得到一个 splinter 的话呢，这个 update result 呢是看我有没有splinter。 如果有 splinter 呢，它的 in none case 就是 splinter， 要么就是已经成功 insert 了。那因为刚刚是 recursion 嘛，所以最后呢会回到上一层的这一段。 result 如果是有 splinter 的话呢，我就 call insert splinter 到我刚刚找的这个 insert index 里面去。 insert splinter 在做的事情呢就是 call 我们刚刚讲过的 insert element， 只不过呢第二个参数 with right child， 刚刚 insert element 的话呢只是带 nil， 现在呢带 null， 现在呢我就是带 splinter 的 right child， 我就是要把 splinter 去 call 刚刚我讲的那些判断有没有满的 function， 然后把 key 塞到对应的 index， right child 呢塞到 key 的 right 对应到
right child 的位置，一路 call 一路 call back 就会回到一路 callback 到 root 这边呢，我就看我 root 拿到的结果呢是不是一个 sprinter， 如果是的话呢，我就 call 这个 sprinter to node， 它就会产生一个 node， 然后呢 key 呢是我 key 呢是回传回来的这个 sprinter 的 key， 那 left child 呢就是 root 原本的 child， right child 呢就是这个 node 的 right child， 这样讲得很快，不好意思，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再看，然后配合我的这个投影片。好，接着快速来看一下 remove。 好，一样，假设今天这个 node 我要 remove 80，那我就是一样，我先一路往下找，第一个大于等于80对应到的 index。 好，假设这个 slot 1的 slot 1我找到了，我把80移掉，但80移掉，我总要去找到，我总要还要一个 key 去取代原本80的位置嘛。那这边的取代方式呢，就是 slot 1对应到的 child node 用 DFS 方式一路往下找，找到那个 key 值最大的 key 取代掉原本80的位置。在这个 case 里面呢，从这个以下 key 值最大的是71，那就把这个71给取代掉。如果你 remove 只做到这边就完事的话呢，你会发现说我随着我的 remove， 那每一个 node 它的 element 的长度会越来越小。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 node key 的长度呢不要太大，但其实也不能太小，因为你越来越小的话呢，这个 B-tree 的形状就跟一般的 binary search tree 没两样的，它的 performance 就变差了。所以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些 balance 的手段。那我们做的 balance 呢，它的逻辑在这边，先判断说我目前这个 child node 它的 count 个数呢有没有超过，有没有大于等于 capacity 的一半，如果有 那它还 OK， 不用去做 balance。 如果没有，像这个它就太少了嘛，我们就去做balance 呢，我们就先看左边，如果左边这个个数呢有超过 capacity 的一半呢，那我就去做 rotate right。反过来，如果右左边很短，那右边很长，那我就做 rotate left。这边我就示范一下 rotate right。rotate right 呢，就是把这两个的 parent key 往右下方移动。那左边的 child 呢，最后一个 key 往上移动。哦，所以啊，就变成这样。那这样子，大家的长度都整整齐齐的。好，那我继续 remove。如果我要 remove 71的话呢？好，一样 slot 1 slot 1，那就 remove 71，并且把这个最大值的 key 值最大的67给移上去，发现，又太短了，要去做 balance。 可是呢，左边跟右边都不足以让我去做旋转，那都不能旋转的话呢，我再去把两个 child node 给合并起来。合并的做法呢，那就是从右边开始，我把84跟90的所有这个 node 的所有元素呢移到左边的 child node， 然后67呢这个移下来，所以就变成这样。你会发现原本三个 child node 呢就变成两个 child node， 那再 callback 回去发现60这边又太短了，所以它需要跟左边或是右边接一个 element 过来，那发现左边右边都 也都刚刚好啊，那一样那我就是要再做合并。合并呢就是把60所有的元素呢都一并移到它左边的 child node 这边，那把35移下来，那一样一路 callback 一路去检查，直到 root 这边呢，我发现这么一 balance， root 它的 key 都被挖空了。那这个时候呢，程式做的事情呢是，索性把 root 呢指到它剩余的这一个 left child 里面，那就变成这样。所以你可以发现随着我的在不断 remove 的情况下呢，我的深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少，这样。好，时间的关系我就没办法演示 remove 的 code， 但其实都大同小异啊，就是里面在做不断的 buffer 的移动。那真的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reference， 并且看不懂的话呢，搭配我的简报去阅读它的 source code。 以上，谢谢大家。
原本的 B-tree 就是类似这样的实作，只是挑中间值的这个strategy 可能各个语言就比较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很笃定的回答你，因为毕竟它也是还在under development 阶段。我目前看到的 code 只是它刚 merge 到 feature branch 的 code 而已，不确定现在有没有做到维护到这一块，不好意思。所以其他 stream collection 的有没有 stream？ 其他 stream 你说的是 array？ 它就是这个 stream collection 这个 library 它其他的不要传。我没有研究这一块，因为即便是，好，我先说啊，我会读这个，是因为我在刷题遇到瓶颈，我再来看一下。但我并不是去彻头彻尾的了解 Swift Collections 里面的实作，这样。变数名称前面一个点。哦，哎，你说的是小。这个吗？这个吗？好，哎，他在，好，我用我的理解方式去讲啊，他要去看 result 是一个。你要把它写完整就是这样，他要去看 result 这个 enum 的 case 呢是 update， 我相信是这样的啊，他要看 result 它的 case 是点 up result 是点 update 这个 case 还是 split 这个 case， 那这个 case 就定义在 update result 的 enum 里面。那因为 result 本身它Swift 这边有型别推导，我们已经可以知道 result它的 return type， 它的 type 一定是 update result，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多此一举的写这个，所以就简化成这样。OK， 那现场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谢谢宇哲。